大家好，我是司命，一个为四海八荒操碎了心的男神。先，这些都是我所管辖的地方。哟，管得这么宽呢？小仙是兢兢业的天界公务员，今天就要给大家安利天族的好利，好朋友山灵族。山灵位于天界与魔界交界处，十万里灵山围绕灵水，风景优美。山灵族人都是出自《山海经》中的神鸟一族，国主还是只凤凰。据说他们脸上的图腾有吉祥的寓意。抢地主，连队，要不起，王炸。总之，可以说是鸟结地灵，酷到起飞的族群了。悄悄告诉你们，山灵可是我们老板娘灵犀的娘家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？好好藏。那么有仙友就问了，去山林怎么办签证呢？条件很简单，只要没有捕杀过野生禽类，爱护自然环境，一律免签。乘坐逐日鸟还可以享受来回半价优惠哦。哟，这么快就到天溪宫了。哇哦，这妖娆的线条，别致的造型，果真是灵动非常啊。天溪宫是山林族人讨论大小事务的宫殿，竹编工艺外观，亚克力琉璃宝顶，绽放异彩。山林自古崇尚自然，爱好和平。这不，一年一度的大型庆丰收活动正在国主凌月的主持下隆重举行。原来天宫提出了四海八荒皆是缘的合作倡议，山林族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，先后与天宫、凡人、青丘等族群达成合作共识，积极与沿线族群形成合作伙伴关系，经济建设取得重大发展。嗯，怪不得这些妞看起来都好幸福的样子。特别是山林的国师景修，妥妥高富帅一枚，你看性感的发型，在线弹琴。K.O. 除了聪明绝顶、琴棋书画，还会医术、禽流感，根本不再怕的。修总的船坞小筑，独特造型，三界罕见，就像是漂泊水上的一叶孤舟。红玛瑙棋子、磁悬浮盆景，简直是山灵科技大佬引领时尚潮流。哎呀，你说同样作为男神，仙他怎么就这么帅呢？哎，神尊，我觉得我光头也挺好看的。